大家好，这里是减肥好茶毕生源减肥茶冠名播出的《花儿与少年》，花花与少爷，这是我妈，这也是我妈，二妈，二妈，这个是我小妈，我小妈，奶奶，这是奶奶，不乖，不乖，不乖，你要我拿这个裤腰带牵着那里，这是我四妈。好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没问题，这个主题不是弟弟带姐姐，是儿子带妈妈出去旅游，两个儿子与五个妈妈的故事。